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不好意思，那个晚到了哈，因为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那个事情，不好意思。本会现在开会，我们本会在6月29日星期三上午11时起。好，我们那时候有另增开一次会议去审查这个吧，不是，就这样就好了啊。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族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等5件提案，所以本次会议之会次改为本会期第38次会议。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37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29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1分至13时16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玉人等11人，请假委员段英康1人，列席委员叶委员、宜金等25人，列席官员行政院副秘书长何佩珊等33人，主席林召集委员为周。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委员廖国栋等27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二、继续审查亲民党团拟具原住民历史正义及尊严恢复条例草案。三、继续审查委员陈英等17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四、继续审查委员郑天才等23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五、继续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历史正义与权力回复草案。决议各案均另定期继续讨论。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的话，议事录确定。介绍列席的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邢泰昭邢次长，欢迎你，谢谢。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余丽珍余副司长。法务部检察司检察官蔡佩玲蔡检察官，欢迎你。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副处长单培祥单副处长。司法院刑事厅办事调办事务调办事法官陈文贵陈法官，嗨，欢迎你。外交部条约法律师专门委员陈守汉专门委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法政处研究委员何达人何研究委员。财政部官务署官务查缉组副组长陈宝华陈副组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法制组组长徐翠文徐组长。中央银行法务室主任吴坤山吴主任。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吕副局长，欢迎你。好，与会的委员郑明忠委员、顾立雄委员、尤美女委员、张宏禄委员都到场了哈。好，今天是并案审查委员郑明忠等18人拟具的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委员许淑华等17人，委员李玉玲等20人，委员徐国勇等19人，分别拟具的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并审查委员蒋万安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询答。首先，请提案人说明，请曾明忠委员说明。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官员，大家好。洗钱防治法是刑法的特别法，它的是否完整周全，关系到国内的治安、
也关系到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我这一次提案修正第三条跟第十一条。第一条的部分，我修正第一款，过去是本刑最轻是五年，我这一次配合洗钱国际组织的修正的趋势，把它降低为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就可以适用洗钱防治法。另外第五款里边包括普通诈欺、违法著作财产权、加重诈欺及重利罪的部分，过去要必须诈骗了或者犯罪金额500万以上，现在把它列到第五款就不需要。那另外十一条的规定，把未遂犯的规定也把它拉进来，那希望国委能够支持，能够让我们洗钱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能够更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也可以防止目前非常普遍的一些国际性的、跨国性的诈欺相关的个案。以上报告，谢谢。谢谢郑明忠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吕毅林委员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同仁，因为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海外电信的诈骗所有的嫌犯有32位是台籍的嫌犯送往中国羁押受审，但是我们估计全世界在有6000位的台湾诈骗犯在世界各国里面行使海外的电信诈骗。目前我们国家针对我们跨国的电信诈骗在侦查起诉的条文里面，因为刑法的第339条与339条之四，由于是诈骗罪的成立，需要诈骗犯施用诈术来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所以需要有因果的关系。但是所有的跨国的电信诈骗牵涉的3个不同的国家，所以皆因为司法的管辖权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目前有关于诈骗嫌犯要回台之后的话，我们的所有的法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取得证据，所以回来引渡回来的所有的中国被害人的证据又没有办法收集到的，所以我们居然把这所有的嫌犯用立即释放的方式，所以造成举国的哗然。所以本席认为目前我们抓到很多的一些诈骗，大部分有2种，一种是电信机房的犯嫌，第二种就是台湾的年轻的车手。在这2种车手在横行之中，我们发现的就是因为在大陆他们有第三国跟所有的电信方面用银行的联卡经过了6层6级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要找到原始的犯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我们跨国当中，我们要收集很多的证据，没有办法收集到，也找不到原始的犯罪人。就算在台湾，我们扣押了所有的钱，我们也找不到对象去还钱。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中国那边认为我们扣押的钱不给他们，那我们这边要收集很多的证据，但是中国那边又迟迟没有给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可以去判刑所有嫌疑人的一个罪行的一个证据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把这个洗钱防治法跟我们的电信诈骗这个能够放在我们洗钱防治法里面，就可以直接来判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刑法的339条之四的电信诈骗罪纳入洗钱防治法的范围，就可以直接大幅度的解决了大陆被害人的证据勾稽困难的这种困境，而且可以让我们检警在面对台湾年轻车手拿着这个银联卡取款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有效的来做一个防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诈骗犯罪这个刑法这个可以纳入到我们的洗钱防治法，但是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这个第三条，可是它又有一个第17条，说我们之前的所有的案子在我们上个会期在执行这个儿少性侵的这个防治法的时候，没有宣布执行的时间，那我们又跟17条绑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只进行
讨论咨询而不处理这个案子，这让本席觉得非常的遗憾，应该立即的来处理这个现在在各国里面，我们台湾很多的诈骗，电信诈骗的在各国里面横行的情形，马上能够取得证据啊，让我们收集证据，能够直接在刑事防治法里面就可以来做一个处置，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法案。好，谢谢李委员的提案说明。接下来请徐国勇委员提案说明。徐国勇委员不在，请蒋万安委员提案说明。蒋万安委员不在。许淑华委员提案说明。许淑华委员不在。好，接下来哈，我们有程序发言。我们柯建铭总召有登记程序完成，柯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其实司法法制委员好像比较冷清了、啊。刚才魏环在那边大吵，我还是在这里讲，国民党这个败亡还是有道理啊。魏环委员会昨天已经叫下午2点已经散会了，既然5:20还可以跑去这个变更议程哈、啊。来，我们今天回到主题，不要激动哈、啊。来，我们先谈今天的问题了哈、啊，就是说。有关于洗钱防治法的修正，我想包括刚才李委员也提出来，那本院的多位委员提出来，我们都予以尊重哈。那现在目前提出来大概有三个条文嘛，好，第三条、第十条以及第十一条，第十条当然证明中是增加这个哈未遂犯，这些等等哈，我们都了解大家对于洗钱防治对诈骗集团哈，包括这些的要。行列为重大犯罪。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一个问题啊，法务部在上个礼拜五，好，上礼拜五把整个洗钱防治法前案修正啊、哦，大概总是变成21条，大概修17条以上，也就是说整个洗钱防治法前案修正。那为什么要前案修正呢？我们民国85年的时候，洗钱防治法我们立法院通过说。持平的论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但是我们整个的洗钱防治的法制化法制面，以及打击犯罪法制面上面呢，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有点落后。那我们知道亚太防治洗钱这个组织 APG， 那我们上次为了这个七月份要开会，第三轮的开会，那我们立法院也通过了，快速通过，大家没有意见是，只能2次以后。资恐防治法，那现在就是 FATF， 就防治洗钱金融组织的工作，这个工作组织哈，他们对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当然我们门槛过高啊，那类型上面有点还不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务部哈做刑案修正，都等下拜过了，啊，这摆修这三条哈，持平论你还有另外一个碰到一个问题。大家记得3月25号是我们第三条修正过，那当然它只是为了讹诈法，2年上人性交易防治法，性交易改为性剥夺，第三条修过了，但是它修过的时候，那它都有行政院施行日期，有行政院定制啊，到目前还没有定制，为什么？还有其他三个法相关名词没有修，包括电玩，包括保全业法，包括社会秩序维护法，这三个相对名词都没有修，所以行政定着这个还没有公布施行日期。那我们今天要修也可以，今天要修，17条也要修啊。你今天没有修17条，今天走所有的条文修都没有用啊、哦，因为施行日期有总统有不一样的施行日期。那这17条没有修，那帮他做这3条，这3条也不够完备，坦白讲也不够完备。所以我个人认为哈，今天我们知道大家各位，包括徐国勇等委员哈，包括李玉莹等很多委员，哦，郑明忠、许淑华，好，那蒋万安这些提的就是局限在这三个条文了。那法务部修的比他这些完备很多，那也没有施行日期，也没有修施行日期，那今天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的。这样的法制修法在立法院，大概没有人这么样这样修法。那修
讲了半天也没有用。所以是不是我们非常了解大家共同对这个法案的整个法制完备化符合哈、啊、这个国际的 FATF 哈、啊、以及这个 APG 等等哈、啊、尤其第三轮要开始，毫不当然希望说那我们要干脆拿来进入二读赶快通过最好，是吧？因为它整个是修了，所以我这样我比较诚恳建议说今天我们暂停开哈、啊，等行政那个快送进来了，他已经送毫不送行政院了嘛，他送来立法院我们并案一起处理，而且那个有修十七条了，这没有修十七条施行日期根本没有这样的修法，修了也是没有用，好不好？所以是不是主席大家这样，我们大家今天哈，我知道大家都很认真在提法案啊，但是可能在排法案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刚好这个很特殊的三月二十号才修过，那施行日期还没公告，那现在又再来，那个根本啊，这个法没有办法处理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委员报告，提案委员说明过了吧？我们是不是请法务部发表一下意见，大家裁决一下，好吧？好，好，好，谢谢柯委员，也谢谢柯委员建议啊、哦。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啊、哦，就是说。法务部等一下他们已经有准备报告了，针对洗钱防治法的规定的修改哦，那等一下他们也会报告他们的这个院版的哦，那一部分他们也会跟大家做说明了哈、哦。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我尊重委员大家的意见哈、哦，我们会进行报告，然后询答了哈、哦。询答完了以后，是不是要继续审？我也尊重，哈、哦，尊重委员呐。啊，你都交代好势吧，吼！啊，我尊重委员，吼！啊，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排这个案哦，其实哈也是要给这些提案的委员哈，主要让他们哈有机会哈来做说明了。哦，你了解我，因为人因伫头前，这个我们院版迟迟没出来啊，啊，所以这些委员在前面已经有提修法的这个建议了，只是。院版还有我们法务部跟不上委员的脚步啊，那今天委员提出来的这些修法的意见，希望我们法务部都可以把它纳进去，提出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哦。好，好，安尼咱继续哈、哦，那就不用了哈、哦，我们就进行下个议程，请法务部说明哈、哦、报告，请刑次长。哎，主席啊，哎，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啊，那个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啊！很荣幸来到这个贵委员啊，跟各位委员就我们曾委员、明忠啊先生啊等十八位委员拟具的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修正草案，还有许委员、苏华等十七位委员，李委员、玉林等二十位委员，徐国勇、徐委员等十九位委员拟具啊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蒋委员、万安等二十六委员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代表本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仅就上开条文修正条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见，敬请参考：一、关于曾委员等十八位委员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许淑华等十七位委员、吕委员、玉林等二十位委员。徐委员、国勇等十九位委员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正要旨，委员提案修法主要系鉴于啊有现行法规对于诈欺等犯罪所得未达五百万以上，恐无适用洗钱防治法之可能，除了造成司法诉追的困难，更无异于对猖獗的电话诈欺、人头账户诈欺开了漏洞。参酌国际防治洗钱组织金融行动小组，这个英文简称的 FATF 啊，建议应扩大洗钱罪给予所有重大犯罪涵盖最大范围之前置犯罪，故提出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有关列举重大犯罪内容及第十一条条文增订洗钱犯罪未遂犯处罚规定等修正草案，提升我国金融机构洗钱防治机制与国际接轨。二、本部对于上开条草案修正方向
竞表赞同，但是啊，建议删除第三条第二项以犯罪所得作为重大犯罪之认定门槛，将第三条第二项所列犯罪一列第一项，并考量国际规范与实务需求，扩大重大犯罪适用，增列列举项目包括智慧财产权及税捐等税捐等相关犯罪为重大犯罪之内容，理由如下：一、本部才参采国际规范要求及检查实务的需求，依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于本年6月24日函请行政院审议中 ，FATF 于2013年公布四项建议，为国际洗钱防治所追寻之规范。我国为亚太防治洗钱组织，简称 APG 之会员国，亦有遵循该国际规范之义务。且我国将于107年间接受该第三轮相互的评鉴，预计第二轮相互评鉴结果以及后续追踪报告显示，我国与洗钱防治法有关重大犯罪之门槛过高，造成洗钱犯罪之起诉比例过低，为法治面应加强补正之缺失，参以 FATF 四项建议第三项，就各国有关洗钱犯罪之前置犯罪要求，可采取列举式或概括式或混合式之立法模式，各种立法模式均应包含 FATF 四项建议所要求所有前置犯罪类型，其包括得以列举重大犯罪类型，或以最重本刑为1年以下，或最轻刑期为6个月以上等方式为规范。本部参采国际规范及检查实务之需求，源于报请行政院审议之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第三条为相关之修正调整。第二，本部拟具修正草案条文与本次审查相关者包含：一、降低洗钱犯罪之重大犯罪成立门槛。我国现行洗钱防治法有关洗钱犯罪之前置犯罪，这括号里面啊，及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所指之重大犯罪之规定，系采取混合式立法模式，于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采取概括式的这个模式，以最轻本刑5年以上及徒刑之罪为适用基准，另于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以下及第二项采取列举模式，其中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之概括条款模式之适用基准，以 FATF 四项建议对于采概括条款模式之标准为最重本刑为1年以下或最轻本刑为6个月以上之标准相较，其适用条件显属过高。本部应参与刑诉法253条第一项缓起日适用之基准呢，原请行政院审议。就我时间要简单念一下哈。第二，删除以犯罪所得数额为重大犯罪之门槛哈。第三，增列犯罪智慧财产及税捐等相关犯罪之所列举之重大犯罪内容啊。第四，增列洗钱犯罪之未遂犯处罚。那关于这个蒋委员万安的先生呢所拟具的这个第十洗钱防治法第十条的部分啊，本部啊对于这个蒋万安委员呢所拟的修正草案方向，尽表赞同啊。但是建议参考国际规范的要求，对于非随旅客入出境之货运、邮包、快递等情形，并纳入规范，且对于黄金及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余的物品，一并纳入规范。那其他的部分啊，那我们也本部有些这个拟具相关与本次审查有关的，我简单念一下。第一，增列啊，携带新台币、现钞、黄金及一定金额以上可能遭利用为洗钱工具之物品，入出境之申报及处罚的规定。第二，增列非随人员入出境之管辖及处罚的规定。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参考，谢谢。接下来我们进行询答。好。你今晚好，那后。刚才对于本人一种，我陈一凡没有处理啊。
啊。这国务部前案修正有时候条文条次都不一样、啊，包括我看那个郑明东委员提的、啊、那个项次都写错。哦、来，你再讲一下。的时候，我就让你，我要跟行导，最近行导，我要跟你，好，我先把话讲清楚。好，没关系，可以讲着。十分钟，这个是。啊，等嘛。你有这规工就熬袂开记者会，你怎么去开一下马明东，我知哦，啊，是不是嘞？好，来，这个哈、哦，坦白讲哈、哦，赵伟排这个案子的时候，要审视所有的。包括主命，大家把它弄清楚，好，应该提出善意的看法。我说的话，这个今天这个法审根本没有，你实际条件没有修，没有这样的修法。好，这个主命要招委以后要注意一下。你要今天要询答，我也没有意见。坦白讲，这未来整个法务部的案子是比这个完备多了哈。好，那这是我今天要这个表达，好不好？好，谢谢。好了，这个哈、哦、排案是赵伟的权利，哦，没有没诶、欸，柯总召，你也蛮互相尊重着嘞，吼、哦。这个将来法务部的案子，我要不要排，那是我的权利啊。啊，当然了，另外一位赵伟要排，他那是他的权利啊。啊，委员的提案我要排，也是我的权利。哦，所以拜托啦，大家互相尊重啦。我嘛知影讲，因有版本哦。无啦，你我感觉你哦，安尼讲法哦，哎。我知啦，啊你，敢若讲你讲的对就对啦，啊你啊别人，哎，嗯。刚刚他已经有报告了哈，现在开始我们询答哈，请您这个好，主席各位委员同仁这个好，请等一下，哎，那个 好，我在那个关于会议的程序的说明一下哈。这个报告已经完毕了，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哈发言时间。十二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均不再延长哈。那截止时间哈，这个登记截止时间到11:30哈，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邢次长，那个是不是请邢次长？哎、欸，委员好。那个次长，我请教你啊，因为法务部打算推动。这个有罪羁押，哦，那重罪羁押来黄桃的这些做法，那司法院也召开过公听会，那多数的专家一直认为说，有罪羁押、重罪羁押会严重侵犯到人权，那有违宪之余，那请问黄桃不落实、挑战法治、羁押太泛滥又侵害人权，那司法院和法务部对羁押的执行？是不是有达成共识？哎、欸，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啊，我们法务部啊，已经连续召开了两次啊，这个刑事诉讼法关于啊防逃机制的这个研讨会啊，一次前林市长主持，一次我主持的啊，那我们也听了很多专家学者，也有司法院的代表，当然哦，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司法院。这个邱副厅长哈，还有我们吕法官哦，他们对司法院对这个案件，他们很多也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哈。但是哦，我在前两天也去拜访了刑事厅啊蔡厅长，大家也对这个问题交换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双方啊还在意见哦，还在互相就是还没有共识嘛，还没有共识，对对，但是哦，我们大家这个也在互相研讨中啊，怎么样求得一个大家共同的看法。要是说如果没有共识修法后，是不是会造成这个自爱难行？依您看，啊，当然，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到时候还要到立法院来审议了啊，中间一定有个缓冲的过程啊。那我们跟司法院，我们也一直啊很密切的在联系，我们希望也都有一个共识啊。那这个如果说立法院一旦通过啊，我想当然这个通过之后变成法令啊，我们都会遵守了。那法院当然也会也一定会遵守法律的规定。次长，因为媒体报道未完成。这个黄桃的最后一里路哦，是那法务部呼吁说，刑事诉讼法
这个应修法来增订被告，这个宣判应强制到庭，而且这个判处一定刑度以上，这个的徒刑应当庭要羁押。那请问法务部是不是认为现行第100条及101条之一，的法官在认识用法上太过宽松，以导致被告变成一个逃亡，变成好像一个流刑一样，会不会这个样子？哦，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当然，这个我相信法官哦，他们也都是这个审酌整个的案情啊，依法来处理事情啊。他们这个在每个案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法官的考量哦，我们也能理解啊。每个案情和每个案情特殊的情形，那当然不能否认啊。现在很多这个经济犯罪啊，他的判决确定前就潜逃国外，这大家都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啊。因此，我们现在跟司法院我们来努力啊，看怎么样解决这问题啊。当然，这个保全羁押啊，只是我们一个方向，我们也拟定了很多的方向，比如说限制他财产啊，限制他行动啊，还有其他法官认为比较适宜的，就其他的除了羁押以外的一些代替措施啊。我们也拟了很多，跟司法院来做协商。那司法院当然了，他们对我们一些拟的意见哦，他们也有部分也很赞同了。当然，昨天就从昨天这个报纸也有，前几天报纸也有登了。他们也希望是说由，但他们也说希望说由这个被告自己来顾保全等等。你看这个有可能吗？被告自行顾保全，他既然是被告已经这个判刑，又自己要顾保全，然后再来支付这个他多少的保全费用啊？这些都要他自理吗？是，你认为有可能吗？这当然了，那个我们也看到报纸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了。但是这里面如果说一些细节，大家的集思广益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司法院他们应该也会列为考虑的一个方向了。哎，我想哦，这个草案条文内容规定说应羁押，那这个那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无条件拘束的这些人的人身自由？依您看，哦，委员，这个问题是问到这个真的很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包括我们检察官也讲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不要流行一个就是变成这个一个另外一项的这个鱼逃的羁押啊，变成一个有罪的羁押哈。我们希望说这个在要件上啊能够更严谨哈。所以这个限制它是我们定位它是个保全羁押，而不是个有罪的羁押哈。因此在这里面的这个要件哈。还有在这个代替性的这个配套代替性的这个的措施啊，我们罗列了很多的资料。如果委员这个对这一项啊，委员如果说愿意这个一起我们一起研究的话，我们会后可以把资料提供给委员。那资料相当多。邢次长，因为法务部是希望说修刑事诉讼法来增订被告宣判时应强制到庭，那请问？这是要求二审宣判时，所有被告都有义务到庭聆听来判决吗？依您看，那个我跟委员报告啊，这个主要我们是参考日本的法制啊。那当时林顺义教授在苹果日报写的文章写得相当的好啊。那我们如果说，因为在日本啊，他认为说，你这个到庭聆听宣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一部分。那法官除了宣判有罪之外，也要告诉你为什么宣判有罪。啊，那很多这个他特别举个例子，他说是死刑犯呢，你如果一直告诉他死刑，他有时候非常冲动。可是你他讲到为什么判你死刑的经过啊，比如说被害人他受了伤害，啊，被害人受了伤害，人家家属啊这个所受的伤害，然后就在娓娓道出为什么判决的理由啊，有时候被告啊反而觉得说能够接受，而且啊觉得非常惭愧，因为他们观察日本这个法庭活动啊，觉得这个很值得搬到我们台湾来做个参考啊，邢次长。因为对于哈这个遭羁押中的这些被告，你认为到庭聆听宣判，这个有没有实益啊？我个人啊，因为看到这个林教授写的文章啊，还有一些实证啊，我觉得啊是有实益的，有实益。一些重大犯罪，那个被告啊，他基本上来除了宣判结果之外，他基本上也是个教育。那个。邢次长，因为如果在二审宣判前被告因故啊，这个无法到庭，那请问法院会另定庭，这个另定庭期来宣判吗？会不会？
我们现在设计，当然了，我跟委员报告，这只是在审议中的这个草案啊，可能有些地方还要需要大家来集思广益了。基本上，如果他不来，无故不来的话，对呀，是要通缉的。对，如果临时他没有办法到庭，但如果不是故意，那法院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被告人出庭才能宣判？会不会变成这种状况？当然，他是定位在无故了哈，这个所以，如果他真的是有啊。那对于要是说这些这个无法到庭啊，那如果不是故意的，那法院是不是这个你看他对于不到庭，那法院是不是有必要来提这些拘提？有没有必要？是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个草案的啊，那委员所提到的啊更深入一层的，我们到时候啊大家集思广益到立法院的时候啊，可能把它定得更完美。那个刑事长，因为依照法务部草案对于羁押的标准，万一这些被告在二审这个判决后就遭羁押，那后来却无罪定验，那请问这样的结果有没有违背无罪推定论的这个原则？会不会？我们这个，我这委员问时间的关系，我再简单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这是修改的话，整个刑事诉讼法它还包括这个刑事法154条啊，这个有罪推定啊，以前是判决确定才算是，之前都是无罪，现在把那确定拿掉了，只要判有罪啊，只限于判有罪，确定没有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一审判有罪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不认为他有无罪推定的这种情形啊。因为如果发生无罪定验的结果，又造成这个冤狱赔偿的问题，那到最后是不是变成全民买单？哦，会不会变成这种状况？这个倒是还要说，这个是有可规则的情况了啊。这个当然了啊，这个从以前到现在这种情况也都有一些这种案例了啊。这个也不能说，这个过去没有这个案例，未来就不一定。所以我跟委员报一下，我们在那个草案里面也有一些很多的代替措施啊。那你认为这个？没有这个更折中妥善的羁押手段吗？依您看，羁押手段啊，对，代替羁押是不是？对，哦，有啊，我们有列了很多，大概列了将近七八项哦，那当然司法院他们有补充一些，以后再加上委员的这个睿智哦，可能会更多一些代替措施啊。像怎么样，我们再努力把它做得更完美。因为哦，那个行政院林权院长在礼拜一治安汇报中表示说，酒驾肇事造成他人一辈子痛苦，哦。那要法务部严厉哦，加重这个酒驾这个累犯这个刑责的可行性，他也要求严厉如何让卖酒业者也要有一定的责任哦，那以避免这个酒驾肇事发生后，如果卖酒业者要负责，那请问你认为这个事故的这个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依您看，他是这个卖酒的应该负哪一种责任？您是讲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对了，行政、刑事或者民事，因为他是卖酒嘛。那哪种责任来喝阻这个酒驾效果最好？依您看。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当然你说在国外喝酒驾车的话，有些驾旁边的人，他们在日本又把它列为说有责任啊。可是卖酒的话，他把它列出去的话，这个范围啊，这个辐射的范围稍微广了一点哦，所以要怎么样的话，在构成要件更为严谨，这可能还要我们一起啊，跟也包括我们立法委员的睿智啊，大家把它弄得更严谨一点。那你认为是哪一种这个路法，这个责任的路法是比较没有争议？依您看，你有没有想法？哦，您说是行政法还是民事法？对啊，就是看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啊。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啊，这个因果关系啊，这个太广的话，这在举证上实在也有困难啊。邢市长，因为林权院长当时希望说卖酒的业者能够对发生酒驾，这个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酒是这个酒驾客人自己带去的，那请问到底，这个聚会场所的业者有没有责任？我们现在有业者是不是？对啊，他等于是说，酒是他自己想喝带去的啊，现在没有法律处罚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林权院长有这种想法哦，那还是在场旁边所有卖酒业者，这个是有责任。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啦，
我们在立法院有一个康源餐厅嘛，对不对？那康源餐厅他要是没有卖酒，客人到那里，他到隔壁的这个员工消费合作社去买酒，然后喝完以后酒驾给取缔了，那你说这个是这个康源餐厅的责任，还是隔壁啊、这个卖酒的这个这个立法院这个员工消费合作社的责任？所以这个如果说只是单纯卖酒哈、哦，这个因果关系啊、哦，还有这个犯罪的故意跟过失，要在刑法上能够这个有能够构成的话，就目前的实务啊、哦，看起来是有困难的、啊哎，有困难哈、哦。目前的实务哎，所以说这个修法哎，他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卖酒就有责任啊、哦，那要你们去严领。哎，除非修法、哦，但修法的话也要我们立法院同意了哈、哎。对了，我是认为说这个部分哦，当然林院长、林权院长有这样想法，怎么样去要求规范，很好，但是你最起码要行得通嘛，不是他卖酒就有责任，啊，那你餐厅卖酒，那他喝一喝，啊，发生事情，餐厅就有责任，那个未来要怎么处理，这个还是哈、哦，应该法务部好好的去探讨。哎、欸，我们很多的法令对那个贩售给那未成年人啊，在我们以前的儿少、啊，很多法律倒是有规定啊，但成年人部分还到目前都是还没有，哎、欸。这样哦。哎、欸，是。好，哎、欸，谢谢。好，谢谢委员。行。好，谢谢林委员。接着请张宏禄委员发言。啊，我请那个刑次长跟检察室副司长。请刑次长跟副司长。哎，委员好。我想先请教一下哈，刚刚那个柯建明哈，柯总召委员他有讲哈，啊，我们这个法3月25号才修过第三条，好，那我们今天，但是呢，因为啊还有其他的法案哈要一并好修法，所以行政院还没公布嘛，是不是这样？是，啊，是，是嘛，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如果现在要审呢，我们到底是审原来的版本，还是3月25号通过的版本啊？我们今天，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今天审的啊，刚有跟大那个我们大那个贵会报告啊，我们审的是委员的提案啊，委员的提案。不是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主席，我不会请那个法制局你来说明一下他我的问题的。这样子了解张委员的问题吗？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审那个已经通过的，还是要审还在？因为那个还没公布实施，还是之前的？就是说对照是要对照哪一个、啊？洗钱防治法的在105年3月25日修正是修正第三条跟第十七条。那他在第十七条的时候，回到中央法规标准法，法规规定的施行日期授权已命令定之了，所以我们的十七条。洗钱防治法十七条是讲说，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25日修正的条文，也就是第三条，它由行政院定之，那其他的都从公布日施行。所以换言之，现在的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的，如果以第五款的这个儿童性剥削来看，它其实是已经公布，但是还没有施行。也就是说，现在施行的是儿童性交易防治条例。那儿童性交易防治条例已经改成儿童性剥削条例防治条例。但是因为行政院同步配合其他，另外还有一个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四款，保全业法第十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1条之一第二项第五款，那其实还有个道交条例，但是道交条例交通委员会在6月28号已经发完给院会，他们已经完成委员会审查，也就是说，因为还有其他法律还没有配套施行，所以现在的这个状况会变成我们第三条。今天委员也没有提案去同步调整他的除书的规定，会陷入一个状况是，假如我们今天第三条审议通过了，那你会去覆盖住前面的条文，但是前面条文又指涉说要由行政院定之，两个会形成矛盾的状况，这也是我们认为说，今天如果有提案同步修十七条，那这个法制的汉格也许会我们可以一并解决，但是因为院会交付给委员会的没有包括十七条。所以今天恐怕是在法制上会有点冲突的状况。以上，司长，你了解我说
我问的意思。这个了解，刚刚那个我们科委员有提到。对，那你觉得啦？是我们本那今天我们如果还要再继续审吗？我们刚刚对那个科委员讲了，我们尽表同意啊。什么叫尽表同意？就是说这部分啊，所以你是同意不要继续审喽、哦？对不对？你尽表同意的意思是这样啊？是，就等行政院那个，不是我们办那个送来的时候再一起来。我跟你讲哈，那个召集人，因为行政院也是六月二十四号你，不是啦，你们法务部六月二十四号才报院嘛，对，对不对？对，好、哦，那所以我们在排这个啊，我们今天的会的时候，可能也还没二十四，可是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啦，好、哦，我们司法委员会所有的委员在这边。我们如果连司法委员，我们连这一点，好、哦，就这个法制上也有一些冲突，我们都不了解，还继续埋头苦干的这样审，你就以后出去会被人家笑啊，对不对？哦，我是为了说不要让我们所有的委员出去被人家笑的情况之下，我建议啦，我们今天就先不要审，然后等。那个院版的过来，我们再来处理啦。不然古爷司法委员会所有委员一要处理，怎么抬头挺胸啊？好不好？好不好？我的建议是这样。好，等一下我会说明了哈。说明。我就这样子。好，谢谢。好了，这个我们来说明一下啦。好，就是说，因为我会排这个案哈，是委员的要求啦，哈，希望啦，哈。那我有，而且排案之前呢，我有先问过我们的法务部，说法务部的意见。我们排案每一次都会问主管机关呐、啊，说，哎、欸，这个怎么样？法务部也有给我们意见，好、哦。不了，看被后一个群打我了，好、哦，那审查法案，我们今天是当然就不会审查了，好、哦、啊，但是询答要不要把它完成？哦，就差这样而已，还一起询答是吧？我按那里提一个那个动议，我替你解围了，好不好？哦，我尊重大家，真的，我也尊重大家。好、啊，我把它说明完了、哦、就是说我有问过法务部，说啊，这个委员有一些提案，那你们的提案到底什么时候会并案进来？好、啊，他们时间上也不确定了，因为现在目前来讲，他们的案子才报行政院，哦，六月二十四号。才报行政院，所以还没出行政院啦，意思就是还没到我们立法院这边来，所以那个时间也还不确定。那当然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其他的委员会认为说他好不容易提了一个案子进到复委了，他们希望有机会、哦、可以表达一些对这个修法的意见，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排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那时间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并案、啊、大概是这样。好，除了刚刚柯总召还有这个法制局讲的这个，因为三月二十五号修订的这一个第三条有关于性剥削的这个文字还没有经过公告之外，我刚刚看到相关的这个委员他们提案修正的第十一条，因为上次的知恐防治法跟洗钱防治法十一条其实是一件事的，坦白讲就是一件事。那我们知恐防治法的那个条文又已经完全修改了文字，又已经送出了委员会，所以呢，洗钱防治法的十一条到底第一个还要不要规定？第二个，如果要规定，当然要跟知恐防治法规定是一致的嘛。好、哦，那所以我就觉得程序上、实体上这个案子大概都没有办法审下去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巡拿本来应该也是围绕着这一个条文的修正来嘛。那既然都不能够修正，我是觉得是不是就今天看看。怎么把它处理掉？我看，好，那我再请教一下了哦，新市长哈、哦，就是说我们院版的法务部这边的版本，预计什么时候会进这个立法院？进哪里？立法院啊，到立法院来啊，送到立法院。送到立法院。麦克风开一下。哦，
我们六月二十四号函请行政院审议啊，预估啊，他们八月份会审查完毕是吧？所以下会期才会送进来了哈。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等到下会期才会并案一起审查这个案子。好，这个我们由柯建铭参议委员、柯建铭委员、张宏禄委员、尤美女委员、周春米委员，还有顾立雄委员啊、提一个上会动议。那主要的理由是鉴于这个李良，好李良，好来，你也离我看无。这个象形文字啦啊，鉴于本法案于3月25号上任通过。第十条施行日期，行政院尚未公告。哦，今日委员提案哈，为亦未修正11条，法上有所不足，无法审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等待法务部前案修正以后再并案审查。好，请各位委员支持。这个我们委员会哈，昨天很热，今天很冷，有点得了内急的样子。啊，这个要找一个奎因来，这个立法院现在忽冷忽热，国民党现在乱搞。好，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散会。好，本案另定期并案再一起审查。好，谢谢大家，谢谢。